好啦，寻找呢个隐世莲师圣地咧，终于咧就系、是。我哋去咗一个唔知咩嘅地方，同唔知咩嘅地方，咁终于嚟到啦。咁咧，嗱有个物有个路牌嘅，但系其实唔系好知写咩嘅。Lama please， 好啦，就有位年轻嘅喇嘛带我嚟嘅。好啦，我哋听听个环境先吓。马哈比哈 ，temple， 哦，就呢个啦，呢个就马哈，啊 ，temple， 个结构就似一个四合院，啊，呢个就系禅师留低嘅。一个隐世的圣地，好不容易咧就嚟到呢、这、一个淹没喺即系住宅当中嘅一个莲花山大士曾经到过嘅圣地。咁啊原本咧呢度咧个面积咧系比较大嘅，系间相当巨型嘅寺庙。咁但系始终是佛教徒去管理和保护的话呢是会经不起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的步伐的。咁不过有一位年轻的莲花车呢就终于在他得到感召之下呢就发现了这个莲师的圣地。咁呢一位呢就是方初莲花车。咁他呢就在2016年8月26号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完成了那个收辑啦，咁就亦都在这个地方呢就举行了一场灌顶法会。咁呢而他重新在这个圣地呢就再供养过打扫干净啦，咁就供养了莲花生大士的佛像啦。所有即係傳承上師啊，同一啲用苦空行護法啊嘅佛像，咁就打理得乾乾淨淨啊。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到呢度嘅話咧，唔好忘記喺度咧就有一個安全嘅功德箱，咁咧大家咧就可以除起啦，咁就可以做少少供養，將啲鞋先係唔啦，踩爭算啦。咁然後就大家可以喺度睇下，即係繞下佛塔啦。嗱，呢位喇嘛咧就帶我嚟咯，但係嗰位年青嘅喇嘛，佢叫做Shenben Shenben Shenben， 咁啊呢度有一個，呢座佛塔應該都超過980歷史㗎啦，咁就大家一眼見曬啦，就係呢個類似即係一個四合院咁上下 size 嘅地方，咁以前就係一個比較建築宏偉啲嘅寺院，咁啊經歷咗。900多年，咁而家剩翻呢個細細嘅地方。咁呢度咧，仲喺個即係主殿度咧，仲有釋迦佛嘅佛像啦。咁就佢另外有一個主殿嘅，不過咧就喺樓上嚟嘅，就每日只係朝頭早清晨嘅6點鐘到到7點鐘會開放嘅啫。咁所以而家嚟到呢個時候就入唔到去睇啦。咁就。呢、这個就是隱沒在鬧市之中。我陣間試下睇可唔可以用即係 Google Map 揾到個地方 post 俾大家睇啦。咁啊，呢、这個就是蓮花山大士在離婆院曾經留低過的一啲印記。咁希望有興趣嚟尋幽探秘，又或者嚟睇一下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古蹟嘅。的朋友都不理你是否佛教徒你都可以来探访的。